这家伙的爸爸人称窃盗界的国宝黄吉童，他妈妈是个诈骗高手，京北不两立，偏偏小两口爱在一起。我希望您答应我，让我跟依稀交往。你应该知道我们家是警察世家，门不当户不对，他们要展开拆婚大作战。从今天起您就尽量妨碍哲珠参加考试。陶天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洪宗玄、陈诗妍，让我们结婚吧。非常亲家，未来电影台欢乐献映。